昨天晚上的比赛真的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，谁能想到微博竟然奇迹般的3-0干脆利落的拿下了成都 AG， 终于打破了魔咒。要知道 AG 向来都有天克微博的玄学的，不过在赛前我直播的时候的确给微博稍微加了一点 buff。 其实我挺希望微博拿下这个大场，就微博面对 AG 真的输了太多了，真的输了太多。这两个队伍都很喜欢，有一说一，我这两个队伍都是我的主队，都是小乐的主队，但我真的很希望微博能够拿下一场。一直输个 AG，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都有心理阴影了，一直输。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微博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赢下 AG 的。因为有直播时候的素材，所以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把三场比赛全部加在一起做了。首先我认为在 BP 上微博昨天晚上是碾压了 AG 的，尤其是第一场和第二场。第一场 AG 上的是三个替补，可能担心猫神的状态不够好，所以 AG 一直拿猫神拿那种没什么节奏能力的软辅，之前是朵莉亚，这把猫神也是拿了个小名，那这把就完全靠一诺的孙尚香来 C 了。但是微博一手鬼谷子简直就是绝杀，彻底废了香香小明体系。来看的话 ，AG 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限制鬼谷子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看微博。说哈，想都不用想，微博。AG 这个阵容可以说巅峰对决的阵容，没有反手能力，知道吗？没有反手能力，他只要鬼谷子一吸，鬼谷子一吸真机闪现接大，然后下火往前突，他这个必死的。好，局内的比赛也和阵容预测的一样， AG 面对微博的强突脸的确没有反手能力，微博的射手只需要抗压就行了，正面的节奏微博完全就是压着 AG 的。去给到一诺和，好，这边吸那个打野死了，这肯定是死了，这肯定是死了。比赛到中期的时候，微博无限进野区， AG 只能被动接团，红区的团战 AG 是想打的，红武也想尝试去闹一下，但是这波团战微博已经提前开起来了，就只要一动手必定是微博的先手，而 AG 没有反手能力，火舞的绕后也是零作用， AG 没空，很难打出有效的 combo 链。击破有机会，二技能过去砸起蓝大招，大仓也跑不掉，谁好打这个阵容，谁好打，是不是谁好打，微博好打。时间来到15分钟，微博依靠大龙和兵线一波拆掉了 AG 的水晶。好，第一局 AG 败北，然后换成了冠军五人组。这个时候 AG 的粉丝们都开始有了底气，确实这五个人往前一站的确给人一种非常大的压迫感。但是第二局的 BP 我依旧觉得微博做得更好，朵莉亚加杨玉环，这已经是夏季赛的巅峰对决阵容了，绝对的容错率，无论是顺风滚雪球还是逆风抗压都做到了完美。另外微博拿掉了杨玉环，他就把 AG 的弹也给扳死了， AG 最后只能出一个梦奇。这把 AG 能用的弹也不多了，他原料之弹也用掉了，大师命也搬掉了，五枚弹也了，有个梦奇。因为梦奇比起凯和夏侯那些英雄来说，梦奇对经济的依赖性会非常高，没经济就很难打。不仅如此， AG 的三个能打输出的点全都是需要巨高的经济才能打出效果来的，同样都是中单拉人的英雄，微博的西斯比起海月的开团成本要小得多，也容易得多。海月这种把人拉进幻境，所有人都会在外面守尸的，可是一旦抱团的话， AG 知道这种抱团的能力是远远不如微博的。这把我看好微博，第一首先有一个敌人就在海月，一个那个西斯本来也是手长，你类似于海月这样的，但是西斯拉你的话更好拉，因为海月如果开的话有敌人接一个解控，他整体来打的话，开团性和那个打抱团性的伤害我觉得微博都很好打哦。而 AG 比较看后期， AG 全是后期英雄，敖影夏洛特，然后那个中一的梦奇，我全是后期，这个只要吃了一个西斯的拉，我觉得在前期要炸啊，兄弟。但是 AG 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首发五人组啊，不知道。但是前期的话，感觉前期会给出怎样的效果呢？但是阵容上的话，我更喜欢微博。他在自己其实就很多人自己的骨子里面的意思，可能觉得夏洛特可能是好打马超的，但其实夏洛特打不了马超，我觉得啊，我个人觉得，我觉得夏洛特打马超是6块，会玩的马超我觉得是6，夏洛特4，夏洛特这个英雄太弱了，现在我觉得太弱了这个英雄。第二局的局内环境其实和第一局是一样的，第一局 AG 被一个鬼谷子吓得闻风丧胆，第二局被一个西斯压制的头皮发麻，两局下来 AG 几乎没有任何的先手能力，永远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。4分钟的暴君团战开始了，双方都想打，但是上路马超对线压制了夏洛特，所以马超先下来支援了，一下来西斯就掉到了海月，微博直接打收割，前期团战 AG 根本打不了。别拉，那就掉到了，这边肯定要掉一个点，这边掉一个点，怎么这个大帅就死，对吧？谁好打？那这个蓝 buff 应该是也。我相信你小乐哥的专业能力，我看这个阵容很毒的，我一看我知道谁好打。
很可观。是的 ，AG 这个阵容不好的。对。不过 AG 在第二局有一个高光的反打，是来自于夏洛特的个人能力，一波进场简直太帅了。哎，这也不要了，进来了，谢谢你的红包。哇，你在干什么？微博？王一杰，三连击，你妹妹夏洛特搞成这样子，哇，我的天哪！出来这踩了一脚，第一手回头再来一下，终于拿下来了，头突然间渲染的一波。哎，这才是 AG 应该有的特色啊！这才是 AG 应该有的特色，就算逆风了，但是他能找到机会。哇靠，这个夏洛特接闪现太帅了。之后时间来到十分钟，海月想要拉人进幻境，但是被打断了。马超过来反打，就是在开团能力上 ，AG 不如微博。微博只要开你，必定能打出收割效果。夏洛特也凉了，这长城倒了，哎呀，夏洛特拉不了了。夏洛特看能不能打出来，七七光不见，哎，哦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。哎呀，这个团在 AOE 上还是微博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龙虽然是被中翼拿到了，但是自己的哇靠，这 AG 这一位置就一旦突死的话，微博的那个持续输出是很强的，这些人都是有持续输出的。结局还是和第一把一样，都是15分钟结束，一模一样的配方，一模一样的味道，微博打得确实很好。 OK， 比赛来到第三局，说实话我认为 AG 第三局的阵容是唯一能够打一打的阵容了。第三把阵容我个人觉得是64或者55， AG 会稍微好一点。这把我看好 AG 啊，这把我看好 AG。 我跟你说 AG 他这一把啊，他这把的他如果说打到中后期的团战能力来看的话，他一定是比微博要更强的。入住之后能不能够抢住这个点？然后关羽如果说落到那个不错的位置，我觉得打微博这个阵容就是摧枯拉朽。我跟你说，顶这几个人乱顶。三局下来 ，AG 的阵容，我觉得这把是稍微能打的，你知道吗？经济上面的话是。就三局下来 ，AG 的阵容前两局都打不了，这局是稍微能打的 AG 阵容。AG 在第三局的发挥确实也如我们预测的那样，前期稳扎稳打，拿到了第一条暴君，之后稳稳的控下河道视野，一点一点的进攻野区，夏侯惇反了凯好几个红 buff。 前中期 AG 在没有关羽参团的情况下，仅仅靠中野辅的能力就已经把优势滚起来了。红区继续带走暖阳，说实话我觉得 AG 这局肯定没问题，关羽没参团能不能这么顺风，后面但凡关羽绕一下必定终结比赛。我跟你说 AG 这把赢了，没错，赢了。这就是中他关羽没有参团的情况下，他靠几个人的小控制链，然后通过这种反野都把团战打赢了，那微博还打啥呀？微博正面去拼五，关羽都没发力呢。AG 就这样一路打到了高地，但是拆完高地后 ，AG 失误了，他的打野夏侯惇非要往前挤，想要摊一个人头，结果和队友脱节，打野掉点。弘毅大招过去，直接打出了星宇的一个闪现，回头再来一炮。弘毅能活吗？好像活不了了，怎么被点死了？给收掉了。打野掉点的结果是什么？是微博丢掉了高地的情况下，人家把龙给抢到了。AG 打野还没复活过来，丢掉了这条龙。如果 AG 拿到了这条龙，那么他就可以顺着大龙稳稳的拆水晶。主要是中翼那波掉点太不应该了，这个掉点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复活时间根本就不够。之后就是最后一波团战，这波团战 AG 打出的第一个点就是关羽绕后被曹操发现了，然后曹操追着关羽打 ，AG 硬接团，曹操在人群中收了 AG 的集火，一诺守约再点，但是曹操没死啊，人家复活甲爬起来继续干。就这样的情况下，曹操把一诺的守约给带走了。这波团战，我觉得一诺的位置不好，三段位移都活不下来，被凯和曹操前后夹击 ，C 被一死 ，AG 没有了后续输出的能力。有个冰飞升起来了，又是一个大招。再站起来，二连击破也拿到手。子墨这是什么呀？不死战神吗？当所有人以为子墨已经第一时间被逼无奈的时候，他又牢牢的通过一把名刀换完之后站了起来，帮助微博硬生生的劈开了一条血路。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，但是王昭君只能撒一个大对抗的画面了，撒一个大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不要忘记这是他不想让你撒大。我操，过去了以后找到了长生，死了下路的兵线在过来路上，子墨已经拿到了锋芒毕露了，只要回头再找一下大神就可以了。乔西也拿到了锋芒毕露，兵线去团灭了，都是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。这一把你说前两把你输了我可以理解，我预测的也是微博赢，但最后一把你前面已经顺风了，最后你还是输掉了。对于北京微博来说，他们不得不承认微博昨天晚上的表现真的非常棒。微博在上一次已经战胜了 E-STAR， 按照这个势头微博是非常有机会拿下精英组头名的，精英组的第一名直接晋级淘汰赛，希望微博后续继续保持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